哎，我去！啊！行了，别看了，进去躺着啊！来。啊！我爸欠你多少钱？9万。你呢？8万。我给你们就20万，行吗？那就要俺我17万，多的不要。土鳖！你刚说啥？土鳖啊！你骂谁呢？我多给你钱，你还不要啊？俺说俺就要俺我17万，咋了？俺又要俺有17万，录不录？钱要不要了？要就录，录，知道了。开始。妈，别动！妈，妈，妈！爸，他们要杀我！他们要380万，他们就放我。是17万，从哪来380万？是啊。我管你什么事儿？管你什么事儿？你这样录不行的。俺就要俺我17万，从哪来380万？你要钱，我不要钱啊！谁是老板？谁请你的？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买车。录不录？钱要不要了？啊！你有17万，一定要给俺。录，现在，开始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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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我！他们要380万的房子。爸，有没有烟啊？有。再给我整一杯焦糖玛奇朵。啊？嗯。好。哥，那小子要焦糖玛奇朵。啥是焦糖玛奇朵啊？你猎我寡妇干啥呢？我捅死他！咖啡呢？哪有钱买啊？我拿个烟。都叫你抽完了。你女儿的眼角膜手术还做不做了？做嘛，咋可能不做呢？等了那么久，好不容易等到合适的眼角膜，已经给了30个小时了，现在最多只能保存18个小时，医院排队的人很多。不要的话马上通知我。那个俺一定要。那个医生，我上那儿筹钱呢，马上筹到了。我知道你们不容易，床位费已经给你们免了，但这手术费总得交吧。名单上下一位患者的家属都已经来等着了，最后再给你们3个小时，不然我们就给下一位做手术了。着急要钱干嘛？结婚，娶老婆。结婚有啥用？谁能永远在一起啊？我能，我和我老婆能。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过年回去就办。我一拿到钱，把车提了。到时候你结婚的时候，我把车借给你当婚车。真的？
那太有面了。啥意思？那，你能不能让你爸先把工资给我们结了？看你表现。五。你订的那台法拉利不是360万吗？怎么涨价了？子豪，照想演戏，你也不找点专业演员，哪儿找得去演？戏演得这么烂，380万你就别想了，我给你整了380，赶紧把这俩群演的钱结了，赶紧回家吧。苏云怀咱俩的死，是啊，咱要17万，他要380，他爸骗完咱，他娃骗，以为咱俩好欺负你的是？那咋办？不咋办，今天这17万必须拿到，不拿到，我弄死他。哥，咱不能犯法。什么犯法不犯法？我只管一件事啊，17万必须拿到，不拿到，我就弄死他。哥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干嘛？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哥，求你干，求你，求你！能不能先把我17万给我？你先不要你我360万行不行？我要我这17万，真的是有急用呢。我求求你了，谁会缺钱啊？你起来吧，我干不了这个。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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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。你给不给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一起找我爸要吗？你给不给？我没钱，我有钱我就给你了。你给不给？你别这样行吗？啊，不是，从小到大，没人敢跟我这样说过话，啊，你吓不着我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这样，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你。你妈！哥，哥，都不动，别管，别说话，你现在有钱，你是别个人，你管说干，给不给？你走开，你走开，你给不给？笨蛋，你听话了呀！哎呀，别说话，别说话啊！那女子给我打电话，你别说话。喂，爸爸，我刚刚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没接啊？咋了？爸爸刚忙着呢，我听见。爸爸，你吃饭了吗？爸爸还没吃呢，爸爸在那忙着。他在那赚钱呢。爸爸，你为什么不按时吃饭？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爸爸，我那个手术还做不做？做呀，肯定做，咋可能不做呢？我听医院的阿姨说，我那个手术可能不做了。你听谁说的？啊？我跟你说。你别听我些人胡说八道，听见了没有？爸爸，如果手术费太贵，我就不做了。我们回家吧。贵啥呢贵？爸爸有钱，你跟你说了吧。爸爸有钱，你胡说八道啥呢嘛？爸爸有，爸爸有钱。你把女子护着的，你行不行？不说了不说，爸爸一会儿忙着呢，爸爸一会儿去看你。行了，就这样。
妈！需要收书费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！你拿了这个钱，沙沙就没了爸。想过没有？